好，我活过来了 ，nice。圣光的特性是小丑。那我就等你回来了。我靠呗！好，我就看我等你复活好了。圣光现在被一堆东西追在屁股后面。我死了。圣光死了。圣光快冲啊！对对对对，他们离你有一段距离，快冲快冲！你要冲对了，要不然会死哦。我的鬼爆炮已经准备好了。不要离我远，杀往下，往下，往下。我死了啊，没了。剩那几次而已，我没有子弹了啦。剩两只啊。对啊。有问题啊。对。为什么我家里都是？哦，我懂了。我精神病。那我现在有抗体，应该是不用担心的。没事啊，你有抗体耶，你耶。有画皮啦，靠，这种画皮。哪里啊？一道船的船右边出来。然后先出来，下面走。可以看我这边画的，这其实这画面其实很喜感，你知道吗？是这层啊？走开啊！他要在门口，然后看着我，你知道吗？前面，他在前面看。走啊！走。我没在怕，他咬我咬十年，我都不会死。不对，我还是会死。只不过被感染而已。而且我看他好像有两只。拉出去啊！拉出去，拉出去。看能不能让炮打。走开啦。他在干嘛？哦，快走啊！猫出来没啊？干，好，我去引他们。有了，那我在干嘛？我干。